宇宙苏西，我相信你们今天能来到这里，都是我们豌豆家族的精英。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主持我们豌豆家族第一届比武大赛，所以请大家做好准备，冲锋陷阵的一天，不是你死都是僵尸王，那一定要做到不成功变成人。那么接下来你们哪个有疑问的可以问一下我。这个老东西长老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去送死啊？刚才豌豆人问得非常的好，但是我们要换一种说法，这就是让你们去选择到底做狗熊还是做英雄，也是在考验大家平时的能力怎么样了，所以说请你们做好慎重的选择，想被僵尸烤着吃，还是说想把僵尸烤了吃？自09年5月5号以来，豌豆打僵尸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所以你们这群屁玩儿，一定要给老东西记住，看到僵尸要干什么？打死他！哎，不错不错，就是要有那种气势，不要怂，就是干。嗯、好了，屁话不多说了，我们正式开始哈。刚才豌豆出力，刚才是你那个小东西一怂一怂的吗？那今天就由你来为我们大家表演第一个挨头炮嘞。我靠，怎么是我挨头炮啊？天哪，那个是要完了的。这我打得过僵尸吗？快去摸着你的摸骨擦痒的，你妈这个老东西心中有十万只草你妈在奔腾啊，怕锤子啊，怕老子天不怕地不怕，老东西的屁股都摸一下的，好好就打，来来来吧。哎呀呀，这么几个僵尸，我怕锤子啊，来来来，接受我的洗礼吧僵尸们。不对，不对，那个僵尸怎么那个锤子硬啊，怎么打不死啊？救命救命，喂喂，要不得要不得，我靠，救命啊！自古英雄多余恨，此恨绵延无绝期。老师你念错了，你念错了，老子晓得，老子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在感叹我们的双子豌豆牺牲的好惨呐、啊！竟然被那个几个僵尸给打死了，我还敢那个锤子啊！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有请我们豌豆家族最恶毒的那个家伙，那个恶毒的玩意儿叫啥名字啊？叫做剧毒豌豆射手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你了，你直接去吧，我就废话不多说了哈，我看好你哟，我们大家都看好你哟，加油！这么几个僵尸也想来打我，还真不知道我身上都是铁打的吗？那我摊牌了，来来来，接受我大招的洗礼吧，豪气无敌毒豌豆儿。狼你个狼，狼你个狼，你们这群小僵尸还敢跳不？不错不错，我们的剧毒豌豆儿表现非常的亮眼，一个超级大的豌豆儿直接把僵尸们给碾压而死，你们说他牛不牛逼？牛逼！好了，接下来有请我们长了两个豌豆儿那个叫啥名字啊？是我叫双脚豌豆儿。对对对，就是你了，双脚豌豆儿，你直接上吧，我就不多说了。他怎么这么多僵尸啊？没关系没关系，我有大招在，我怕他们干啥呀？而且我还有失传已久的天雷诀。好了，僵尸们来接受我一个大招的洗礼吧。哎，你妈怎么打不死啊？那个僵尸还是很硬的呀、啊。那看来得使出我的绝招了。天雷诀！哎，你妈你妈你妈！哎呀，救命啊！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我们的双向豌豆练的武功都是花里胡哨的招式，这是活该哦。那觉得怎么样？活该。好了，接下来有请我们长了三个脑袋的那个豌豆射手。哎，对了、啊，你叫啥名字啊？是叫三枪射手啊？老师，我叫三重射手。哦，三重射手了，那你直接上吧哈。好嘞，老东西老师，我直接上了哈。哎呀，这么多僵尸啊，我怕锤子啊。我的三个脑袋都是为他们而生的，来吧，来吧。哎，我去，还是有点打不动啊。好嘞，我使出我的大招了哈。来吧来吧，僵尸们，接受我大招的洗礼吧。怎么打飘了我那个大招？好了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得使出我的绝招，芝麻开门。看到没得，看到没得，僵尸被我打得剩一两根了，我还怕个喘喘了怕。哎，你妈不对呀、啊，那个僵尸怎么这么扛的呀、啊？我的火力不够啊！哎，你妈这个僵尸有点硬呐、啊，僵尸我对不起你，不要脸个。好了好了，刚才大家也看到了，我们三重射手太轻敌了，这那么两个僵尸都打不死，你们说他活不活该？活该。那接下来有请我们食人花豌豆射手上场。老师，我不叫食人花，我叫撕裂豌豆。你那个脑壳长得那么像食人花，你为啥是我们豌豆家族呢？老师，我那里面还有一个豌豆。哎呀，我靠，你还藏了一个啊！牛皮牛皮，上吧上吧。你妈这个老东西，我真的长得不像豌豆家族的吗？我只是喜欢吃僵尸，不喜欢打僵尸而已。正好今天有点饿了，找我们去吃僵尸吧。我的遁地术。Fuck！ 这么多僵尸啊！糟了糟了，吃不赢了，吃不赢了！您给我打，赶紧给我打！哦吼，看来我也得挂了，打不过。好了，刚
刚才我们的花花豌豆由于嘴巴太大，吃不赢僵尸，所以说牺牲了。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。不对不对，还剩豌豆荚一个了，应该是你要引以为戒，不要净搞些花里胡哨的招式哈。豌豆荚，你直接上吧，我去的豌豆都看好你哦，加油。好的好的 ，No problem。同事们，接受我的制裁吧，我也不浪费时间了，我直接发大招吧，无尽无敌大豌豆。F.U.C.K. 这个僵尸怎么这么硬啊，好在我拜了段誉为师，成了六脉神剑，把僵尸们接受我的六脉神剑吧，我弹弹弹弹走鱼尾纹。哇，这招式不用不知道，一用吓一跳，牛牛牛。那好了，我们的比赛也到此结束，今天的参赛选手当中我们还剩下两名精英，他们分别是剧毒豌豆射手，我们的豌豆侠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girl and boy, 再次我建议把你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。今天豌豆家族的比武大赛也到此结束，我们拭目以待，期待下一场比武大赛吧。